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六，生须弥山顶品第十三。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持叉难陀译。尔时如来威神力鼓，十方一切世界，一一四天下阎浮提中，悉见如来坐于树下。各有菩萨成佛神力而演说法，弥不自谓横对于佛。尔时世尊不离一切菩提树下，而上升须弥向地始殿。时天地势在妙圣殿前，遥见佛来，即以神力庄严此殿，至普光明藏狮子之座，其座悉以妙宝所成，十千成集迥集庄严，十千金网弥覆其上，十千种障，十千种盖周回尽列，十千增起以为垂带，十千诸音周片交落，十千衣服敷布坐上，十千天子，十千梵王前后围绕，十千光明而为照耀。尔时帝师奉为如来敷制座椅，屈躬合掌，恭敬向佛而作誓言：善来世尊，善来善事，善来如来，应正等觉，唯愿哀悯，除此宫殿。尔时世尊即受其请，入妙圣殿，十方一切诸世界中，悉亦如是。尔时帝释以佛神力，诸宫殿中所有乐音，自然止息，即自意念过去佛所，种诸善根，而说颂言：迦奢如来俱大悲，诸吉祥中最无上，彼佛曾来入此殿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俱那摩尼见无碍，诸吉祥中最无上，彼佛曾来入此殿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迦罗鸠陀如金山，诸吉祥中最无上，彼佛曾来入此殿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毗舍浮佛无三垢，诸吉祥中最无上，彼佛曾来入此殿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十七如来离分别，诸吉祥中最无上，彼佛曾来入此殿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毗婆尸佛如满月，诸吉祥中最无上，彼佛曾来入此殿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浮沙明达第一义，诸吉祥中最无上，彼佛曾来入此殿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提舍如来遍无碍，诸吉祥中最无上，彼佛曾来入此殿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摩头摩佛尽无垢，诸吉祥中最无上，彼佛曾来入此殿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燃灯如来大光明，诸吉祥中最无上，
比佛曾来入此殿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如此世界中，刀立天王以如来神力故，祭赞十佛所有功德，十方世界诸事天王悉亦如是赞佛功德。尔时，世尊入妙圣殿，结跏趺坐。此殿忽然广博宽容，如其天众诸所住处，十方世界悉亦如是。须弥顶上祭赞品第十四。尔时，佛神力故，十方各有一大菩萨，一一各与佛刹围城书菩萨聚，从百佛刹围城书国土外诸世界中而来集会，其名曰法会菩萨、一切会菩萨、圣会菩萨、功德会菩萨、精进会菩萨、善会菩萨、智慧菩萨、真实会菩萨、无上会菩萨、坚固会菩萨，所从来土，所谓因陀罗花世界、波头摩花世界、宝花世界、优波罗花世界、金刚花世界、妙香花世界、月衣花世界、阿奴那花世界、那罗陀花世界、虚空花世界，各于佛所进修梵行，所谓殊特曰佛、无尽曰佛、无动曰佛、风曰佛、水曰佛、解脱曰佛、无上曰佛、新旧曰佛、清净曰佛、明了曰佛，是诸菩萨至佛所以，顶礼佛足，随所来方，各化作毗卢遮那藏狮子之座，于其座上结跏趺坐。如此世界中，须弥顶上菩萨来集，一切世界悉亦如是。彼诸菩萨所有名字、世界、佛号悉等无别。尔时，世尊从两足指方百千亿妙色光明，普照十方一切世界须弥顶上第十宫中，佛及大众，弥不皆现。尔时，法会菩萨成佛威神，普观十方，而说颂曰：佛方尽光明，普兼是导师，须弥山王顶，妙声殿中住，一切世天王请佛入宫殿，悉以十妙颂称赞诸如来。彼诸大会中所有菩萨众，皆从十方至，化坐而安坐，彼会诸菩萨皆同我等名，所从诸世界名字亦如是。本国诸世尊名号悉一同，各于其佛所进修无上行，佛子汝音观，如来自在力，一切阎浮提皆言佛在中，
我等今见佛，住于须弥顶，十方悉亦然。如来自在力，一一世界中发心求佛道，依于如是愿，修习菩提行。佛以种种身游行遍世间，法皆无所爱，无能测量者，慧光恒普照，是安悉除灭，一切无等伦，云何可测之？尔时，一切会菩萨成佛威力，普观十方，而说颂言：假使百千劫，常见于如来，不依真实意，而观旧事者，世人取诸相，增长吃货网，戏服生死欲，盲民不见佛，观察于诸法，自信无所有，如其生灭相。但是假名说，一切法无生，一切法无灭，若能如是解，诸佛常现前，法性本空寂，无取亦无借，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。若知一切法，体心皆如是，思人则不畏，烦恼所染着。凡夫见诸法，但随于相转，不料法无相，一时不见佛。摩尼离三世，诸香悉具足，住于无所住，普遍而不动。我观一切法，皆悉得明了。今见于如来，决定无有疑。法辉心已说，如来真实性，我从彼了之。菩提难思议。尔时，圣慧菩萨成佛威力，普观十方，而说颂言：如来大智慧，悉有无等伦，一切诸世间，思维莫能及。凡夫妄观察，取相不如理。佛离一切相，非彼所能见。迷惑无知者，妄取无蕴相，不了彼真性。世人不见佛，了知一切法，自性无所有，如是解法性，则见卢舍那，因前无蕴故，后蕴相续起，于此心了知，见佛难思议，譬如暗中宝，无灯不可见，佛法无人说，虽灰莫能了，亦如木有意，无间净妙色。如是不净心，不见诸佛法，又如明镜日，古者莫能见，无有智慧心，终不见诸佛。若能除眼意，舍离于色想，不见于诸法，则得见如来。
一切慧先说：诸佛菩提法，我曾于彼闻得见卢舍那，尔时功德慧菩萨成佛威力，普观十方而说颂言：诸法无真实，妄取真实相，是故诸凡夫轮回生死欲，言此所说法，小之妄分别，是故生障碍，不了于自心，不能了自心，云何知正道？彼由颠倒慧增长一切恶，不见诸法空，恒受生死苦，斯人未能有，清净法眼故，我习受众苦，有我不见佛，故当净法眼，观其所应见，若得见于佛，其心无所取，此人则能见如佛所知法，若见佛真法，则名大智者，斯人有净眼，能观察世间，无见即世间，能见一切法，于法若有见，此则无所见，一切诸法性无生亦无灭，其哉大导师，自觉能觉他，甚会心已说，如来所悟法，我等从彼闻，能知佛真性，尔时精进慧菩萨成佛威力，观察十方而说颂言：若住于分别，则坏清净也，愚痴邪见增，永不见诸佛。若能了邪法，如实不颠倒，知妄本自真，见佛则清净，有见则为垢，此则未为见，远离于诸界，如是乃见佛。世间言语法，众生妄分别，知识皆无生，乃是见世间。若见见世间，见则世间相，如实等无异，此名真见者。若见等无异，于物不分别，是见离诸惑，无漏得自在。诸佛所开示一切分别法，是其不可得，必心清净故，法性本清净，如空无有相，一切无能说，智者如是观，远离于法想，不要一切法，此亦无所修，能见大牟尼，如德慧所说，此名见佛者，所有一切行体性皆即灭。尔时善慧菩萨成佛威力，普观十方而说颂言：稀有大勇见，无量诸如来，离垢心解脱，自度能度彼，我见世间灯，
如实不颠倒，如余无量劫，机智者所见，一切凡夫行，莫不速归境，其性如虚空，故说无有尽。智者说无尽，此一无所说，自性无尽故，得有难思尽。所说无尽中，无众生可得，知众生性耳，则兼大名称。无间说为见，无声说众生，若见若众生，了知无体性，能见即所见，见者悉除浅，不坏于真法，此人了知佛。若人了知佛，即佛所说法，则能照世间，如佛卢舍那，正觉善开示，一法清净道，精进会大事，演说无量法，若有若无有，彼想皆除灭，如师能见佛，安住于实际，尔时智慧菩萨成佛威力，普观十方，而说颂言：我闻最圣教，即生智慧光，普照十方界，悉见一切佛，寺中无少物，但有假名字，若即有我人，则为入显道，诸取着凡夫，即生为实有，如来非所取，彼中不得见，此人无慧眼，不能得见佛。于无量劫中，流转生死海，有争说生死，无争即涅槃，生死即涅槃，二句不可得。若主假名字，取着此二法，此人不如实，不知圣妙道。若生如是想，此佛此罪甚，颠倒非实意，不能见正觉，能知此实体，即灭真如相，则见正觉尊，超出语言道，言语说诸法，不能显实相，平等乃能见，如法佛亦然。正觉过去世，未来及现在，永断分别根，是故说明佛。尔时真实慧菩萨成佛威力，普观十方，而说颂言：灵受地狱苦，得闻诸佛名，不受无量乐，而不闻佛名，所以于往昔无数劫受苦，流转生死中，不闻佛名故，于法不颠倒，如实而现证，离诸合合相，是名无上觉。现在非合合，去来亦复然，一切法无相，
是则佛真体。若能如是观，诸法甚深意，则见一切佛发生真实相，于实见真实，非实见不实，如是究竟解，是故名为佛。佛法不可觉，了此名觉法。诸佛如是修，依法不可得，知以一故众，知以众故一，诸法无所依，但从何何起，无能作所作，唯从业想生，云何知如是，亦此无有故，一切法无助，定处不可得，诸佛住于此，究竟不动摇。尔时无上慧菩萨成佛威力，普观十方而说颂言：无上摩诃萨，远离众生想，无有能过者，故号为无上。诸佛所得处，无作无分别，粗者无所有，微细亦复然。诸佛所行径，于中无有数，正觉远离数，此是佛真法，如来光普照，灭除众暗明，是光非有照，亦复非无照，于法无所着，无念亦无染，无住无处所，不坏于法性，此中无有二，亦复无有一。八支善见者，如理巧安住，无中无有恶，无恶亦复无，三界一切空，是则诸佛见，凡夫无觉解，佛令主正法，诸法无所住，悟此见自生，非生而说生，非起而现起，无生亦无见，是佛无上身。如是实会说，诸佛妙法性，若闻此法者，当得清净也。尔时坚固慧菩萨成佛威力，普观十方而说颂言：危哉大光明，永坚无上士，为利群迷故，而心于世间。佛以大悲心，普观诸众生，见在三有中，轮回受众苦，唯除正等觉，即得尊导师。一切诸天人，无能救护者，若佛菩萨等，不出于世间，无有一众生而能得安乐。如来等正觉，及诸贤圣中，出现于世间，能与众生乐。若见如来者，未得大闪力，闻佛名声信，则是世间塔。我等见世尊，未得大利益，
完如是妙法。悉当成佛道，诸菩萨过去以佛威神力得清净慧眼，了诸佛境界，今见卢舍那重增清净心，佛之无边际，演说不可尽。圣辉等菩萨及我坚固会，无数亿劫中说亦不能尽。十住品第十五。尔时法会菩萨成佛威力，入菩萨无量方便三昧，以三昧力十方各千佛刹为成数世界之外，有千佛刹为成数诸佛，皆同一号，名曰法会，普现其前，告法会菩萨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汝能入世菩萨无量方便三昧。善男子，十方各千佛刹为成数诸佛，悉以神力共加于汝，又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愿力威神之力，及汝所修善根力故，入此三昧，令汝说法，为增长佛智故，生入法界故，善了众生界故，所入无碍故，所行无障故，得无等方便故，入一切智性故，觉一切法故，知一切根故，能持说一切法故，所谓发起诸菩萨十种住。善男子，汝当成佛威神之力而言此法。是时诸佛给予法会菩萨无碍智、无着智、无断智、无痴智、无意智、无失智、无量智、无甚智、无懈智、无夺智，得以故，此三昧力法如是故。是时诸佛各生右手摩发挥菩萨顶，法会菩萨即从定起，告诸菩萨言：佛子，菩萨住处广大，于法界虚空等。佛子，菩萨住三世诸佛家，彼菩萨住。我今当说：诸佛子，菩萨住有十种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已说、当说、今说，何者为实？所谓初发心住、持地住、修行住、生贵住、具足方便住、正心住、不退住、同征住、法王子住、灌顶住，是名菩萨十住。去、来、现在诸佛所说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发心住？此菩萨见佛世尊，形貌端严，色相圆满，人所要见，难可直遇，有大威力，或见神足，
我闻祭别，我听教诫，我见众生受诸巨苦，我闻如来广大佛法，发菩提心，求一切智。此菩萨原十种难得法而发于心，隔者为十。所谓是处非处智，善恶业报智，诸根胜劣智，种种解差别智，种种戒差别智，一切智处道智，诸禅解脱三昧智，宿命无碍智，天眼无碍智，三世漏普净智，是为十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十法，何者为十？所谓勤供养佛，要助生死，主导世间令除恶业，以圣妙法常行教诲，贪无上法，学佛功德，生诸佛前恒蒙摄受，帮边演说极尽三昧，赞叹远离生死轮回，为苦众生作皈依处。何以故？欲令菩萨于佛法中心转增广，有所闻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教故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持地住？此菩萨于诸众生发十种心，何者为十？所谓利益心、大悲心、安乐心、安住心、怜悯心、摄受心、守护心、同己心、师心、导师心，是为十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十法，何者为十？所谓诵习多闻，虚闲极静，尽善之事，发言和悦，语必之时，心无却步，了达于意，如法修行，远离愚迷，安住不动。何以故？欲令菩萨于诸众生增长大悲，有所闻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教故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修行住？此菩萨以十种行观一切法，何等为十？所谓观一切法无常，一切法苦，一切法空，一切法无我，一切法无作，一切法无畏，一切法不如明，一切法无处所，一切法离分别，一切法无坚实，是为实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十法，何者为十？所谓观察众生界、法界、世界，观察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，观察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、
何以故？于林菩萨智慧明了，有所闻法，即知开解，不由他教故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生贵住？此菩萨从圣教中生，成就十法，何者为十？所谓永不退转，于诸佛所生生净性，善观察法，了知众生、国土、世界、业行、果报、生死、涅槃，是为十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十法，何者为十？所谓了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佛法，修习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佛法，圆满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佛法，了知一切诸佛平等，何以故？欲令增进于三世中，心得平等，有所闻法，即知开解，不由他教故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具足方便住？此菩萨所修善根，皆为救护一切众生，饶益一切众生，安乐一切众生，哀悯一切众生，度脱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离诸灾难，令一切众生出生死苦，令一切众生发生净性，令一切众生悉得调伏，令一切众生贤正涅槃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十法，何者为十？所谓知众生无边，知众生无量，知众生无数，知众生不思议，知众生无量色，知众生不可量，知众生空，知众生无所作，知众生无所有，知众生无自性，何以故？欲令其心转伏增胜，无所染着，有所闻法，即自开启，不由他教故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正心住？此菩萨闻十种法，心定不动，何者为十？所谓闻赞佛、鬼佛，于佛法中心定不动，闻赞法、鬼法，于佛法中心定不动，闻赞菩萨、鬼菩萨，于佛法中心定不动，闻赞菩萨、鬼菩萨所行法，于佛法中心定不动，闻说众生有量、无量，于佛法中心定不动，闻说众生有垢、无垢，于佛法中心定不动，闻说众生易度、难度，于佛法中心定不动，闻说法界有量、无量，于佛法中心定不动，闻说法界有成、有坏，于佛法中
心定不动。文殊法界若有若无，于佛法中心定不动，是为实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实法，何者为实？所谓一切法无相，一切法无体，一切法不可修，一切法无所有，一切法无真实，一切法空，一切法无性，一切法如幻，一切法如梦，一切法无分别。何以故？欲令其心转复增进，得不退转无生法忍，有所闻法，即知开解，不由他教故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不退住？此菩萨闻十种法，坚固不退，何者为实？所谓闻有佛无佛，于佛法中心不退转；闻有法无法，于佛法中心不退转；闻有菩萨无菩萨，于佛法中心不退转；闻有菩萨行无菩萨行，于佛法中心不退转；闻有菩萨修行出离，修行不出离，于佛法中心不退转；闻过去有佛，过去无佛，于佛法中心不退转；闻未来有佛，未来无佛，于佛法中心不退转；闻现在有佛，现在无佛，于佛法中心不退转；闻佛之有尽，佛之无尽，于佛法中心不退转；闻三世一相，三世非一相，于佛法中心不退转，是为实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十种广大法，何者为实？所谓说一即多，说多即一，文随于意，意随于文，非有即有，有即非有，无相即相，相即无相，无性即性，性即无性。何以故？欲令增进，于一切法善能出离，有所闻法，即知开解，不由他教故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同真住？此菩萨住十种业，何者为实？所谓身行无失，语行无失，意行无失，随意受生，知众生种种欲，知众生种种解，知众生种种戒，知众生种种业，知世界成坏，神足自在，所行无碍，是为实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十种法，何者为实？所谓知一切佛刹，动一切佛刹，持一切佛刹，观一切佛刹，意一切佛刹，游行无数世界，
领受无数佛法，现变化自在身，出广达遍满音，一刹那中成世供养无数诸佛。何以故？于令增进，于一切法能得善巧，有所闻法，即自开己，不由他教故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法王子著？此菩萨善知十种法，何者为十？所谓善知诸众生受生，善知诸烦恼现起，善知习气相续，善知所行方便，善知无量法，善解诸威仪，善知世界差别，善知前机后机事，善知演说世地，善知演说第一义地，是为十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十种法，何者为十？所谓法王处善巧，法王处鬼都，法王出宫殿，法王出去辱，法王出观察，法王灌顶，法王立持，法王无畏，法王厌弃，法王赞叹。何以故？欲令增进，心无障碍，有所闻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教故。佛子，云何为菩萨灌顶住？此菩萨得成就十种智，何者为十？所谓震动无数世界，照耀无数世界，住持无数世界，往依无数世界，严禁无数世界，开示无数众生，观察无数众生，知无数众生根，令无数众生弃辱，令无数众生调伏，是为十。佛子，此菩萨生极生业，神通变现，过去智，未来智，现在智，成就佛土，心境界、智境界皆不可知，乃至法王子菩萨亦不能知。佛子，此菩萨应劝学诸佛十种智，何者为十？所谓三世智、佛法智、法皆无碍智、法皆无边智、充满一切世界智、普照一切世界智、住持一切世界智、知一切众生智、知一切法智、知无边诸佛智。何以故？欲令增长一切种智，有所闻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教故。尔时佛神力故，十方各一万佛刹为成数世界六种震动，所谓动、片动、灯片动、起、片起、灯片起、涌、片涌、灯片涌、震、片震、灯片震、吼、片吼、灯片吼、急、片急、灯片急、玉天妙花、天末香、天花蛮、
天杂香，天宝衣，天宝云，天庄严具，天竺音乐，不孤自明，放天光明，极妙音声，如此四天下，须弥山顶，地势殿上，说十住法，现诸神变，十方所有一切世界，悉亦如是。又依佛神力故，十方各国一万佛刹为成数世界，有十佛刹为成数菩萨，来意于此，充满十方，作如是言：善哉，善哉，佛子，善说此法，我等诸人同名法会，所从来国同名法云，彼土如来皆名妙法，我等佛所一说十住，众会眷属闻居一理，悉亦如是，无有增减。佛子，我等成佛神力来入此会，为汝作证，如于此会，十方所有一切世界，悉亦如是。尔时，法会菩萨成佛威力，观察十方，寄于法界，而说颂曰：兼最圣智为妙声，相好端严皆具足，如是尊重圣难遇，菩萨有猛初发心，见无等彼大神通，闻说即心即教戒，诸去众生无量苦，菩萨以此初发心，闻诸如来普圣尊，一切功德皆成就，譬如虚空不分别，菩萨以此初发心，三世因果名为处，我等自信为非处，欲悉了之真实意，菩萨以此初发心，过去未来现在世，所有一切善恶业，欲悉了之无不尽，菩萨以此初发心，诸缠解脱及三昧，杂染清净无量种，欲悉了之入主出，菩萨以此初发心，随诸众生更利顿，如是种种精进力，欲悉了达分别之，菩萨以此初发心，一切众生种种解，心所好要各差别，如是无量欲悉之，菩萨以此初发心，众生诸界各差别，一切世间无有量，欲悉了之其体心，菩萨以此初发心，一切有为诸行道，一一皆有所至处，悉欲了之其实性，菩萨以此初发心，一切世界诸众生，虽夜漂流无暂息，欲得天眼皆明见，菩萨以此初发心，过去世中曾所有，如是体性，如是相，欲悉了知其宿住，菩萨以此初发心，一切众生诸劫祸，相须现起及习气，欲悉了知究竟境，菩萨以此初发心，
随诸众生所安立，种种谈论与言道，如其世地悉遇之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一切诸法离言说，性空即灭无所作，欲悉明达此真意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欲悉震动十方国，倾覆一切诸大海，具足诸佛大神通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欲依毛孔放光明，普照十方无量土，亦以光中觉一切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欲以南斯诸佛刹，悉至掌中而不动，了知一切如幻化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欲依无量刹众生，智一毛端不破碍，悉知无人无有我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欲以一毛滴海水，一切大海悉令竭，而悉分别知其数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不可思议诸国土，静默为成无疑者，欲悉分别知其数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过去未来无量劫，一切世间成坏相，欲悉了达穷其际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三世所有诸如来，一切独觉即生闻，欲知其法尽无余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无量无边诸世界，欲以一毛悉称举，如其体相悉了知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无量无数轮回山，欲令悉入毛孔中，如其大小皆得知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欲以极尽一妙音，普应十方随类也，如是皆令尽明了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一切众生语言法，一言演说无不尽，悉欲了知其自性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世间言因迷不作，悉令其解正即灭，欲得如是妙舌根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欲使十方诸世界有成坏相皆得见，而悉知从分别生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一切十方诸世界无量如来悉充满，欲悉了知彼佛法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种种变化无量身，一切世界为成等，欲悉了达从心起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过去未来现在世，无量无数诸如来，欲于一念悉了知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欲具演说一句法，阿僧祇劫无有尽，而令文义各不同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十方一切诸众生随其流转生灭相，欲于一念皆明达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
欲以生与及义也，普依十方无所爱，了知三世皆空寂。菩萨以此出发心，菩萨如是发心已，应令往诣十方国，恭敬供养诸如来，以此使其无退转。菩萨勇猛求佛道，助于生死不疲厌，威逼称叹使顺行，如是令其无退转。十方世界无量刹，悉在其中作尊主。为诸菩萨如是说，以此令其无退转，最生最上最第一，圣生微妙清净法，劝诸菩萨说与人，如是教令离烦恼，一切世间无余等，不可轻动摧伏处，为彼菩萨常称赞，如是教令不退转。佛是世间大力主，具足一切诸功德，令诸菩萨住始终，以此教为圣丈夫。无量无边诸佛所，悉得往诣而清净，常为诸佛所摄受，如是教令不退转。所有极尽诸三昧，悉皆演唱无有余，为彼菩萨如是说，以此令其不退转，摧灭诸有生死轮，转于清净妙法轮，一切世间无所着，为诸菩萨如是说，一切众生堕恶道，无量众苦所缠迫，欲作救护皈依处，为诸菩萨如是说，此事菩萨发心住，一向至求无上道，如我所说教诲法，一切诸佛亦如是。第二持第住菩萨，应当发起如是心，十方一切诸众生，愿使悉顺如来教，利益大悲安乐心，安住怜悯摄受心，守护众生同己心，师心即以导师心，以助如是圣妙心，赐令诵习求多闻，常要极尽正思维，清净一切善之事，发言和悦离粗广，言蔽之时无所谓，了达于意如法行，远离于迷心不动，此是初学菩提行，能行此行真佛子，我今说彼所应行，如是佛子应勤学。第三菩萨修行住，当依佛教勤观察，诸法无常苦即空，无有我人无动作，一切诸法不可要，无如名字无处所，无所分别无真实，如是观者名菩萨。此令观察众生界，即与劝观于法界，世皆差别尽无余，于彼贤因劝观察，十方世界即虚空，所有地水与火风，欲皆色界无色界，
悉劝观察贤令尽，观察彼界各差别，及其体性贤就近，得如是教勤修行，此则名为真佛子。第四生贵住菩萨，从诸圣教而出生，了达诸有无所有，超过彼法生法界，信佛坚固不可坏，观法即灭心安住，随诸众生悉了之，体性虚妄无真实，世间刹土业即报，生死涅槃悉如是。佛子于法如是观，从佛亲生名佛子，过去未来现在世，其中所有诸佛法，了知积极及圆满，如是修学令究竟，三世一切诸如来能随观察悉平等，种种差别不可得，如是观者达三世，如我称扬赞叹者，此是四祖诸功德。若能依法勤修行，速成无上佛菩提，从此第五诸菩萨，说明具足方便住，深入无量巧方便，发生究竟功德业，菩萨所修众福德，皆为救护诸群生，专心利益与安乐，一向哀悯令度脱，为一切事除重难，引出诸友令欢喜，一一调伏无所疑，皆令具德向涅槃，一切众生无有边，无量无数不思议，即以不可称扬等，听受如来如是法，此第五诸真佛子，成就方便度众生，一切功德大至尊，以如是法而开示。第六正心圆满住，于法自性无迷惑，正念思维离分别，一切天人莫能动，闻赞毁佛与佛法，菩萨即以所行行，众生有量作无量，有垢无垢难易度，法界大小即成坏，若有若无心不动，过去未来今现在，地念思维恒决定，一切诸法皆无相，无体无性空无实，如幻如梦离分别，常要听闻如是意。第七不退转菩萨，于佛即法菩萨行，若有若无出不出，虽闻是说无退动，过去未来现在世，一切诸佛有已无，佛之有尽或无尽，三世一相种种相，一即是多，多即一，闻随于意，意随闻，如是一切辗转成，此不退然因未说。若法有相即无相，若法有性即无性，种种差别互相属，此人闻已得究竟，
第八菩萨同征住，生与一行皆具足，一切清净无诸失，随意受生得自在，知诸众生心所要，种种意解各差别，及其所有一切法，十方国土成坏相，待得速集妙神通，一切处中随念往，于诸佛所听闻法，赞叹修行无懈倦，了知一切诸佛国，震动加持一观察，超过佛土不可量，游行世界无边数，阿僧祇法悉咨问，所欲受生皆自在，言音善巧米不充，诸佛无数贤成事，第九菩萨王子住，能见众生受生别，烦恼现习迷不知，所行方便皆善了，诸法各异微仪别，世界不同前后计，如其世俗第一义，悉善了之无有余，法王善巧安立处，随其处所所有法，法王宫殿若去入，即以于中所观见，法王所有灌顶法，生力加持无缺位，应请公事及探谕，以此教照法王子，如是未说迷不尽，而令其心无所着，于此了知修正念，一切诸佛现其前，第十灌顶真佛子，尘满最上第一法，十方无数诸世界，悉能震动光普照，住持往意亦无余，清净庄严皆具足，开示众生无有数，观察之根悉能尽，发心调伏亦无边，贤灵去向大菩提，一切法皆贤观察，十方国土皆往意，其中生即生所作，神通变现难可测，三世佛土诸境界，乃至王子无能了，一切见者三世智，于诸佛法明了智，法皆无碍无边智，充满一切世界智，招邀世界住持智，了知众生诸法智，即知正觉无边智，如来未说贤令尽，如是十住诸菩萨皆从如来法化生，随其所有功德行，一切天人莫能测，过去未来现在世，发心求佛无有边，十方国土皆充满，莫不当成一切智，一切国土无边际，世界众生法亦然，或耶心要各差别，依彼而发菩提意，始求佛道一念心，世间众生即恶甚，此等善意不能知，何况所余功德行，十方所有诸世界，
能以一毛悉称举，彼人能知此佛子，去向如来智慧行，十方所有诸大海，悉以毛端低令尽，彼人能知此佛子，一念所修功德行，一切世界抹为尘，悉能分别知其数，如是之人乃能见此诸菩萨所行道，去来现在十方佛，一切独觉及声闻，悉以种种妙辩才，开示出发菩提心，发心功德不可量，充满一切众生界，众智共说无能尽，何况所于诸妙行。